今天是暌违三年多的东京大雪，让我们带大家去踩几个点看看吧。这边灯光照射下的落雪真的太美喽！圣诞节快乐！让我们来看看下雪的丸之内公园吧。这边已经下雪下到完全认不出来这是平常的公园了。我们现在要从丸之内公园走到东京车站喽。我们现在来到寒风大雪中的丸之内，后面还有 illumination 呢。我们现在身后是什么地方？身后就是东京车站喽。虽然下着大雪，不过大家还是不畏严寒在这边拍摄哦。带大家去看看下雪的浅草寺吧。哇，从来没看过雪中的重见寺，好漂亮哦。在隔壁的传法院中看起来就像日剧的场景。下雪的时候来穿欧米酷奇也蛮浪漫的哦。走到胸的时候我们要怎么做呢？把它绑在这边，这样就可以把厄运留在这了。今天介绍了难得一见大雪下东京知名景点的模样，希望大家会喜欢。我是文，我是鲍勃，下次见咯，拜拜。拜拜。